身穿一袭黑色皮衣，表情严肃，快步往前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十七号出席父亲金正日十周年忌日，在锦绣山太阳宫举行悼念仪式。在金正日肖像前深深一鞠躬，现场气氛庄重严肃。军礼哀悼已故前领导人。这一天，北韩各地降下半旗，展开为期十一天的哀悼期，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北韩民众纷纷前往金正日雕像献花致意。우리민의마음속에간직된위대한창군님의모습은언제나밝게웃으시는태양의모습입니다위대한창군님께서는이땅위에이민의리상이꽃피는낙원을펼쳐주시기위해서정말험난한고난의가시덤불길을넘고넘으시면서얼마나고생이많으셨습니까形容北韩是天堂和国际社会理解的恐怕是天差地远。金正日铁腕统治北韩十七年，2011年心脏病发辞世，金正恩接棒，不仅接手政权，也继承了父亲的铁血统治，尤其在思想控制上。三里新闻，缓宣报道。